大家好，我是王群光医师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妥瑞症的这个自然疗法。什么叫做妥瑞症呢？妥瑞症啊，它就是一个人，他有时候没有办法控制的发出声音，还有做出动作。有的是声音动作一起来的啊。那么大家看这一个人啊，他老婆这个三弟弟听老婆好好的嘛，他哪有妥瑞症？没有啊，很好啊。可是你看他忽然间不由自主的摇头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有一场老婆嘛，所以是先有一场老婆才有一场动作。你看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他没有动作，对不对？忽然间有一个动作，哎，先有老婆才有动作，不是先有动作才有老婆，大家不要搞错。那么这个小朋友也是这样，他是很可怜的哈。他上课总是在动动动动你打他骂他都没有用，他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控制。你看这个地方没有一场老婆，这边又有一场老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你是这个朋友的家长，你带他去看医生，你可能会很伤心很绝望。医生告诉你说，这个病没有药医，原因不明，可能跟你父母亲的遗传有关，还有就是可能长大自然会好，会好就好，不会好就不会好。有人到老也是这样，更麻烦的是说他会告诉你说有可能有三分之一会变成成人的精神病。哇，这个听起来真的很恐怖，所以很多父母伤心欲绝。事实上，我自己做了大概有搞了好几百个吧，做了治疗几百个妥瑞症，大概99%都好起来。其实，它是有办法治疗的，它就是有肠漏、肺漏、脑漏，你看像这个小朋友，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，我们跟他抽血就知道，你看这个蛋过敏，这个正常是这样嘛，像这个猪肉他可以吃的，这个蛋哇重度，这个起司重度，这个蛋黄不能吃，还有就是黄豆、米饭还可以吃，小麦啊、黄豆啊这些不能吃。那吃了这个牛奶、蛋、小麦、黄豆这些主食以后呢，这个正常人，这个蛋白质，大的不会跑过来，氨基酸才会跑到血液里面，才会吸收。可是因为他们有肠漏，就是过敏也跑过来了，跑过来跑到哪里呢？就跑到脑部去了，跑到脑部去，跑到脑部去攻击脑细胞，那还得了啊！攻击脑细胞刚好就跑到这里，我们叫 voluntary motor function， 因为我们每一个脑液都管不同的组织嘛，那么这里是专门管我们的这个髓液机的，这个髓液机咳嗽啊、发声音啊、眨眼啊、动作啊，所以妥瑞症的很多，看你哪里过敏，这样，那么过敏源跑到脑部去，这个脑细胞里面的，这个防卫机制打起来，像我们这个脑。这个脑里面，这个脑细胞受到攻击就放电了，它的电波就是我们就告诉它救命啊救命啊，在喊救命，那么就这个就是我们侦测到的救命脑波嘛，所以说在我们的观点里面，我们做自然医学，事实上你说妥瑞症治不好没药可医，我觉得好奇怪，怎么会这样讲呢？治愈率99%都会好，像这个小朋友，他两个礼拜就好起来了，你觉得不可思议吗？其实，为什么会好呢？因为我们给他修补肠漏、肺漏、脑漏的这个原料，就是 Omega-369 ，避开过敏炎，是这样最重要，这个脑细胞修补好，本来有漏的修补成没有漏了，就好像你把家里的这个门啊、铁窗啊撞了，小偷进不来一样，你看这个人也是这样，他是一个声音跟动作混合型，一直发声音，他一直在狂叫，有时候晚上都会狂叫，你看他的老婆也是这样，很异常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处理呢？我们，这个患者，我们就是请他去那个一个民间的保健馆，去体验吸个氢气，你看吸完氢气，这个2014年5月10号12点，2014年5月10号2点，一个小时就消掉了。
这个是他第一次来的，你看他这个异常脑波很多，对不对？有声音。那第二次呢，好多了，啊，第三次呢，就几乎没有异常脑波了，啊，那像这个小朋友也是一样，啊，一直动，啊，很动，你看他很多异常脑波，他一直问妈妈，我这样会不会死掉啊？哈，这样，你看他过几个月就这样，异常脑波就几乎都少了，哈，再来。更少了，啊，再来更少，一连做了四五次啊，都很正常。他这个刚才动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异，那个不是异常脑波，像这个也是这样。他一直脖子很痛啊，脖子摇到很痛啊，完全没有办法，没有药可治。可是你看，很快就好起来了啊。大概，妥瑞症啊，我认为说我们这个疗法以后会变成世界的主流疗法。所以我觉得妥瑞症就是一个蛮简单治疗的后天性的疾病，它绝对不是先天的，就是脑细胞过敏而已。好，请大家放心，不用难过。